所，咱代表队真侪国手回国，有 F16 团队，机场各用最猛的迎接。台南龙崎行伫半暝发生火灾，伫厝内红阿婆甲三个囝儿是全部遇难。八月十二日天，英国国温是瓦罐35度，创下冬队今年上热纪录。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八月十三日公司中岛新闻，我是柯天辉。新闻一开始，咱来看到昨下晡在台南新台校门外口，是发生一件严重的死亡车祸。有一台轿车是对新台校门内底，一路弄到校门外口，有六台汽机车是向弄到，造成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路的真侪人咧行，无到几秒钟，突然间有一台驶真紧的轿车，直接弄入来顶下卡，予大家惊一个。对另外一支监视器看，这台运气的轿车对成功大厦下方内面冲出来，直接弄到驶伫咧路的一台黑色的车，规台车驶尾一阵才停落，又搁弄到六台奥托拜。它速度应该有到100吧？它左右在撞，然后它冲出来的时候飞来，它先撞我们警卫室这边，然后飞出来直接撞到这边。速度真紧，冲浪造成一死四伤，零件碎片也甲规涂骹。被撞的黑色轿车车头规拢猫去变形，撞人的银色轿车前座的安全气囊劈开，有人骑奥托拜，予伊撞到，也毋知发生什么代志。完全不知道，我就是正常这样，慢慢的行驶，而且我到那边忽然就我一声来吼，就把我撞倒。代志发生伫咧十二下道，54岁姓林的驾驶。是城大图书馆的职员，伊讲是因为右心发作，有一位女性骑奥托拜经过，拄好被撞到，当场不幸死亡。伊的大家接到消息，赶来现场。伊下班要去载囡仔啦，伊小囡仔读幼稚园，啊，就要载囡仔。人国内不规定有右心的人不应该考驾照，严格这项法令，予人认为是对身障者的歧视。交通部研议了，伫咧2020年修法，放令伫最近两年以上无发作的人，会当有条件考奥托拜一个小型车的驾照。伫咧两年要换照的时阵，要有医生开证明，讲这段期间拢无发作过。因为驾驶者都送伤在急救中，我们还不了解原因。那待那个伤势稳定之后，我们再来厘清原因。姓林的驾驶97台是零，因那车祸的原因还搁伫咧调查，警方将会调病历来确认是毋是有相关病史。案件是以过失致死罪方向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另外一件重大计划，今日半夜2点半，伫台南六甲区的一间农机行是发生火灾，消防员是赶紧去拍火抢救，暗过伫厝内红阿婆甲三个囝儿是全部罹难，导火原因是该等调查确认。半暝啊，六家这栋三楼铁皮盖盖的面体是冒出厚厚的黑烟，阁会上明显看出火光。消防人员协助了后，紧急出动19车、37个人前往抢救。消防人员到场了后，发现一楼是已经起火，全面燃烧，赶紧布水线来拍火。火势一直对半暝啊2点外烧到透早5点外才拍花。不过，修缮火场的时阵，伫三楼铁皮加盖的爬山间，找到5个人，但是都已经过身。因为它有楼梯也有天井，那我们不排除是一楼哦，有可能一楼、二楼，但是只要有垂直通道，这个烟囱效应很快就会蔓延到各个楼层。最后我们是在3楼的阳台这个加盖的铁皮屋那边破穿终于把烟排掉已经发现5位的一个大体消防局是初步调查，这栋起火的面体是一个农机行，因为现场一楼是堆满杂物，已经尽量以小的物件，造成消防队抢救困难。三楼铁皮加挂，后壁嘛无逃生的出口，再加上面体内面有天井，警方救援火势烧真紧。伊厝主是45岁，但是男主，伊甲38岁五姓家后，甲4个囡仔同大，只有大汉查某囝伫国外表演，无伫厝。啊！伊着所在下啦，无法度人买啦。啊！我昨昏就毋知怎发生个嘛，毋知。后来我看到他大儿子在二楼的阳台在用自来水在浇他们的遮雨棚。后来我打电话打完，他就不见人影了，他又冲进去。
而台南市长魏特一透早收到消息了后，也赶紧到现场关心慰问，只是协助火灾的善后。消防局也呼吁民众住的所在唔通放尽量以小的杂物，而且都要加装主体火灾警报器。一早发出警报，一早来担心，而详细的火灾原因，都要等待调查厘清。记者郑云达报道。在两年前，新北市有一个男子是参加拳击馆的友谊赛，在过程中，伊的头壳向大力拍到，现场并无设置医护所，在送病了后是脑死过往，负责人向起诉，死者家属是强调绝对袂好改。为什么比赛的时候没有设置医护人员？对媒体追问被告的姓丁的馆长拢无讲话。两年前，伊伫新店一间拳击俱乐部来举办友谊赛，不过比赛现场并无设置医护所。比赛过程中，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头壳被大力拍到，被拍倒伫涂骹，落场了后身体无爽快，送医急救，最后宣判脑死。结果馆长宣告继续致死。只是草率这样做一个检查，就让他去比赛。我觉得这样子，你看像我儿子这样就走了，对我们是一辈子的遗憾。万一在你开庭审理，家属无得接受一条少年性命就然死去，要求法官还一个公道。由咱拳击好手才伫巴黎奥运拿金牌，教练讲，这几个国际拳击比赛一定以选手的性命安全是重要考虑，无可能无设置医护所。而且身上耳仔、耳上、后头壳，还有头壳碗、颔棍处拢属危险的部位，是袂使共攻击的。就是顺着耳朵，然后你身体一直到腰部这个位置，日前都可以打。耳朵以后就不能打，就是头后后脑都不能击打。国际赛的话哈，国际总会就会有一定的要求，像这种近身击击类啊，国际会要求的比较严格。又过用的道场也不发生，街道赛有选手被拍一个昏厥，倒在涂骹，送医不治案件。对于这个苏宁举办的比赛，是不是严守拳击，也是街道的比赛规范？对选手家己有签切割书，是不是都免负责任？引发讨论。符合正常比赛规则底下的伤害。我可以承诺说这样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超出比赛规则的，好，这个呢不能够因为签了这生死状，我就主张说我得到被害人的承诺免除刑事责任，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把最高司法官的律师讲，切割书是不是合法？阿姨是不是合乎公共特殊加善良风俗？那违背当然是无效，尤其距离比赛已经超过性命权的保障，伊要爱护刑事加民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台成功校区是发生有十多只外来种的鸟弄到玻璃死亡，这种情形是真罕咧看，也只有急救站的人员都快去，这些鸟可能吃到化学果子，酒醉才会安尼。教室外通路几多只死去的鸟啊，敢若剩三只爱叮当，算死去甲昏去的鸟啊，拢总十二只，拢是外来种飞龙鸟。鸟啊死亡前有人听到物件弄到窗仔门的声，怀疑是规定鸟啊弄窗仔门造成的。有鸟直接撞到窗户上面，啊，所以下课后我就去看，它就变成看到同一排啊，哦，走廊同一排啊，哦就。很多鸟就躺在地上。台南社大研究员林正涵讲，还有开的飞龙鸟送去野鸟急救站，因为是生态真侪外来种，敢会当人道移除。不过鸟啊弄窗仔门的情况较罕见，急救站的人员怀疑是鸟啊食到发感的水果酒醉了后才弄玻璃。里面会有一些像是酵母菌，或者说什么，会造成一些像是无氧的一些分解里面的糖分的一个状况。那这些糖分在分解的过程，这些所谓的酵母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像是酒精类的东西。邱医师是讲，野外亲像白头鹤啊、青笛啊这种专门食浆果类的鸟啊，可以去拄到。那无说是食到，都那亲像人食酒醉同款，平衡系统会出问题。直播的时阵会弄到物件，也是为空中落来、链来地面去哦，请教示。不过台湾野鸟保护协会表示，鸟啊上大的温馨杀手其实是窗仔门。窗户就会呈现它玻璃对面的树木的。反射，那鸟类它在飞行的时候，可能误以为可以穿透过去，所以这时候就产生了撞击。台湾野鸟保护协会表示，台湾在东亚重要的道教迁徙路途，不管是台湾原生种还是过境的道教，都有可能弄到玻璃。呼吁业者或是民众，在规大片玻璃或是相近的玻璃顶增加一挂挡油，通减少鸟啊去弄死。记者综合报道。昆林西里罗水溪公有河川堤长期是靠非法业者乱倒家禽类废弃物，警方查缉是抓到主嫌等十八人，专案是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上班。
大货车开到落水溪河川底，国道铁路开到人较少的所在，直接从外关市屠宰场所在的家禽牛毛下下卡了，顶动物性的废渣全部倒在河川底，但看唔知已经被警方锁定，当场上行为零上班。本局刑警大队布线发现，本县西螺镇浊水溪公有河川地长期遭不法业者倾倒堆置屠宰场家禽类废弃物，现场环境脏乱，恶臭扑鼻，令附近耕种的农民闻之有苦不堪言。警表示，经通知文林关环保局，经这波第四河川分署现场发现，现场被非法倾倒动物性的废渣达到400多公吨，总面积1600多平方公尺，已经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经查，不法业者却运至该地倾倒动物性废渣，负责整地的林长两钱，每车次可收取新台币4000的不法获利，出估获利达41万，令媒介人员以及清验者获利更高达300万元。警方下旬执行第二波查缉，将有不法侵入业者当前查缉到案后，搁在6月、7月下旬，将每家提供土地堆地的章型查缉到案。对所者动物性废渣来源，是台中市屠宰业者，专案10人被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到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用吴立波道。最近环境部是提出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修正草案，所以叫环团批评草案是三度封杀地红生态甲海洋保育这类内容，加上环境部的环节项目恐惊加上半套。有报道，亚飘记为北中南来的团团不满，会在环境部举行国家环境保护计划研讨会议，但提出的修正草案说三毒、第三洪灾、生态个海洋保护，顶存环境部环节的项目恐惊顶存半套。国家环保计划是被自攻了，要改善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慢，慢吞吞，根本就是一个乌龟计划。万亚新竹生态协会指出，环境部认为相关法令有相关部会来定定，所以就无重复来纳入。但环境议题未当切割，以减碳来讲，若无考虑到生态保育，就相对环境不利，批评不应该自我矮化。这层级不应该只有环保环境部，环境部也不应该自我的一个矮化。针对于国家环保计划要来推动固体再生、燃料 SRF， 还有推动空污的转换，环团代表嘛反对到底。还是魔鬼藏在里面，不仅是漏洞而已，而且会危害国人的健康。也在研商会议邀请地方政府个民间团体参加，环境部一开会就表示会公纳各界意见。顶个修订是2008年，这个修订是因应环境部的去年正式升格改制，回归环境部业务的范围，重新制定相关的议题。记者林春平要做台北报道。要保护环境，降低碳排也是重要一环。国内医疗院所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占全国排放比例不到4.6%。卫福部长邱泰源就讲，会鼓励医疗院所减少碳卡列，啊，毋过学者建议要先做全面性的碳盘查，才会当对症下药。AI 和晶圆代工产业常常被称为是正点怪兽，但其实国内医疗院所温室气体排放占全国排放比例将近4.6%，比全球平均值较高。安尼情形，也毋但是只有台湾发生，国际环保团体形容，那全球的医疗部门是一个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五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今年其实都已经有编预算，明年会编更多预算哈，来给那个来鼓励所有的医院往这些方面来做碳足迹的一个了解。为了寻求降低碳排解放，加做各大医疗院所尽速解决的问题。以双河病院为例，这几年透过人员水资源管理加数位转型，唔那省进的金钱也大大减少碳卡车。最近四年，我们大概进步的幅度是20%。好，那另外在能源密度上面，我们也控制在220左右。那这个数字是优于啊国际的一些医院的平均值。台湾400多间病院用电量在非生产性事业排名第一，占比16.9%。每年所用电量比高铁代替等交通工具较高。学者建议医疗院所第一步要先做全面性的碳盘查，尤其是空调、照明和电梯。一个单位它空调所需要的程度及照明程度，逐渐逐个房间、逐个单位去做，这个没有一个一触可及的方法。
天数以来上大的排放源对症下药，将让人员管理更加有效率。想要对着国际净零排放的目标，国内医疗院所都要赶紧了。记者综合报道。庆祝风台安比将伫礼拜假日先挖掘日本的关东地区，按那拜四开始起压台，更加挖掘台湾。中南部的天气开始变作无稳定，礼拜假日是全台拢有雨，按那中南部恐惊皆有大水雨。大台北有一寡地区，无到十点半，温度就升到36.5度。全台湾中昼进前翕过热，中昼过了对流旺盛的天气形态，又搁再连续两天。自半时开始，伫咧低压带挖滚台湾西南方面向的中南部地区，天气开始无稳定。到拜六，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周末到下星期之初，中南部的降雨是整天性的降雨，可能会出现局部性大雨。如果对流更旺盛一些，就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其他各地降雨时间也不会只有在中午以后，但其他各地中午以后也会有明显的像局部性大雨，甚至局部性豪雨发生。民间的气象公司分析，受到中国低压带建立，南海到台湾的西南季风搁再度增强。自拜四开始，中南部沿海开始降雨。落雨可能会落到后礼拜前几天。另外，今年第七号风台安比在拜日透早形成了，以1点钟11公里的速度向北边的方向刷叮当，强度还在继续增强。目前就在挖滚日本关东地区时阵，会变作中度风台。目前比较有可能是在关东的近海这个地方掠过，那因为它距离日本关东还蛮近的哦，所以很容易就有机会影响到东京这一带的这个天气的状况。所以如果要前往关东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哦，尤其是在16到17号这两天。天气分析师提醒讲，在最近南北去日本东部的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跟航班的资讯。日本前除了安倍风台以外，在日本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 TD9 又可能发展成这风台，有七个路线会继续向北北东的方向刷点灯，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天气，昨天8月12日是英国今年上热的一天，高温是来到35度。有一份报告就指出，澳洲去年是因为高温有挖过万人失去生命，按着极端天气事件是愈来愈接出现。英国12日是今年上热一日，气象相关温在英格兰东部的剑桥气温达到34度，当地客国船游览恐吓游客也大化接被烧。Very warm. Trying to stay hydrated, but we just have one day, and so we just have to, do this to get everything in. That's right. Yeah. 英国气象单位指出，这是英国为1967年超过60年来，但来感受到的第11次这么高温的天气。暗过当中有8次都发生在2006年了后，也显示气候暖化继续更加严重。英国卫生安全局针对这波高温发布黄灯健康警示，提醒年岁较大甲身体条件较歹民众要特别注意。伦敦的通勤族12日在高温当中上下班，公园内底也密真济来遮凉的民众。It's not been good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ough, is it? Last summer, so I mean, the minute it gets hot, it's too hot. If it ain't raining, so yeah, when it's hot, you got to enjoy it, ain't you?昨日高温也到比利时，高温超过35度。拄啊，比赛奥运主办都市法国巴黎，昨日高温由36到38度，好真侪观光客拢挡袂牢。It's so hot anywhere, and I'm coming from New York, so you know I'm used to the heat, but it's still not like that. It's really humid here.根据巴塞隆纳健康研究院昨日发布的报告，过去10年当中，欧洲在2021年有超过60000人在高温当中死亡，2023年有47690人死亡。这项研究收集欧洲30个国家的高温加死亡率，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顶端。研究也发现，那欧洲各国在21世纪无法度采取行动适应更加热的热天，甲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会增加80%。气候变迁会致使这种这极端天气事件变更加多，继续时间更加长，强度更加大。公司新闻，金文庆报道。
在咧希腊这边，最近因为强风引发野火，伫雅典郊区都300人被撇脱离家园。消防部门嘛出动超过700个消防员来拍火，为着应应野火危机，总理嘛提早结束假期，向后边来寻求援助。就那大火，风过正头，火炭加正紧，奥多拜厝拢被烧害去。希腊受到雅典的火军直接发生野火，天气大肆温度高，风过头，火正紧就炭烧到雅典北边35公里的一个村。当局出动超过700位消防员、100多台车，也动员30多台飞机、一个直升机来拍火。当地居民讲，火炭加正紧。有人车驶到一半拄到大火。Πονάμε το μέρος αυτό, έχουμε μεγαλώσει εδώ στο δάσος. Πραγματικά νιώθουμε πολύ μεγάλη θλίψη και οργή. Με δίληξαν οι φλόγες, δεν έβλεπα, έπεσα μπροστά σε ένα πεύκο και αυτό εδώ. 当局下令雅典以东40公里的马拉上镇，超过300名居民紧急撤离，有10几个人因为烧着甲砸着送病院。今年自5月到今，希腊已经发生过600多件野火。在你经过暖冬，还有雨很少了，希腊6、7月创史上最高温的纪录，而且这种情形还会继续。Look in this country, we've had very different weather patterns. So we have longer periods of dry, and then we have more intense storms. And of course, in Greece, it's been a similar problem, an extended drought, and therefore inevitably.More combustible material on the ground. 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提早结束野假期，回国应付危机，并且向欧盟寻求援助。欧盟第12宣布，包括法国、意大利、捷克、西班牙和土耳其等国家已经提供援助，派消防员去希腊斗三港拍火。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译。巴黎奥运结束，咱代表团有真侪国手今日登岸，空军是派3架 F-16 来破杯，机场外用水门来致敬，伫同机场阁有真侪民众是来迎接。林玉婷都感谢大家鼓励，甲团队教练的支持。欢迎各位。飞行机就要到台湾国门，边有3架 F-16 米的战机在空中盘飞，欢迎咱的巴黎奥运代表队的成员归国。这届奥运结束，咱的代表队摕到2金5铜，创队史第二好的成绩。13包括金牌军校林旭廷、无姓区的女将陈连琴等等，真侪国手拢做伙登来台湾。飞行机一到停机坪，托机公司就以水门礼来致敬。在机场内，包括林碧婷毕业的英国工商学生等等几百个民众拢来接机，甲现场是客甲擦，国手嘛真亲切，一直咧会手递伊签名翕相，不管啥物拢配合。林碧婷一看到妈妈，母女是亲情在染嘞。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来接机。林碧婷是感谢大家对这么远的所在来，一路替国手来加油鼓劲。因为有你们的支持，让我这个成绩，然后让我的努力可以让你们大家看见，那让世界知道台湾在哪里。谢谢林玉婷的坚持哦，为中华台北金牌封关战哦画下完美的句点，让我们这次2024巴黎奥运会能够以2金5铜的好成绩。画下完美的句点。林碧婷感谢教练詹祖强替伊承担真侪代志，对台湾查某囝的称呼，林碧婷讲真光荣会当得到这个称呼。不过肩胛头嘛，必须爱承担搁较侪责任。有一种一夕之间就是睡一觉醒来，然后就得到大家的关注，那我觉得还蛮荣幸、蛮荣耀，然后可以获得这个称号，但同时就是肩膀上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除了这场闹热的纪念欢迎会，5月16日，大总统要伫个总统府内面接见咱巴黎奥运的选手，而且举行英雄 party， 后壁就要进行台湾英雄大游行，让国人会当拢来看到咱英雄的风采。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当初是关门的介绍风波是继续在传，会计师全部正式强调，提供签名服务拢是依法处理，佮讲拢是家己一个人在查销。民众当时反击讲，全部正家己将底彩2000多万，是分告别关去其他公司。关门的佮讲，袂对一提告。我们直接叫律师告他就好了。那是讲要告会计师段无正，郭文铁也强调，一切迄当阵的金山办公室财务长李文忠甲段无正来对质。
郭文铁县里的介绍风波，会计师段无正十二透过姓名反击，强调伊提供签证服务拢是依法规来办理，而且也办会讲，迄人准时家己一个人去查销。民众党一个调工委请伊去十二个记者会，因故民众党也再度反击。端木正他凭空捏造输入进去的这些账目有没有发票，有没有单据？如果没有的话，他是怎么输入的？有没有人指使他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的话，他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陈立涵表示，查出假消息不是段无正家己的助手，批评段无正迄当阵只是坐伫边啊看大家查消，也只讲段无正有当场承认，在无通知任何警察人员的情形下，家己调职，甲认为低少的两千外班分做高调小部核销，广告包括喜乐、尼尔等公司。陈志安强调，重点是无假发票，完全拢是家己假做的。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到出国之前，记者打电话给段博正，并无接电话。民进党现在政治现金的风波，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批评民进党，讲真侪疑点拢无讲清楚，愈解释颠倒问题愈多。显然不会是会计师能够去左右跟主导的。所以现在全部甩锅给会计师，除了会计师本人不愿意吞下去，我想社会也很难以接受。民众党的发言人吴怡酸也证实，迄当阵的金山办公室总干事黄珊珊，也过迄当阵的金山办公室财务长李文忠，拢是党员，伫这件代志有相对应的责任，经录音自清调查，中评会也拢会依照规定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感谢饮食支持高雄轻铁对2017年九月到旧年底，是发生63件的交通事故，认为轻铁的防护效果并无明显，运量也比目标搁较低。似乎是发现运量是有提升，卖强化防护，都学者认为这需要时间和用路人适应。高雄轻铁登月的时阵，弄到店家的雨伞紧急停落来，加载无人员伤亡。五月嘛发生3件交通事故。监察院调查报告发现，高雄轻铁为2017年九月到旧年底发生过63件交通事故，其中有3宗事故为3件变成是22件，发现这个频率是非常的高，嘛予监察院质疑着轻铁防护的成效。大陆是他的啦，就是我家的啦，比较没有注重那个。公共安全呢、啊？就有那个轻轨来会叫的那个灯呢、啊。还有呢？就蛮多警示的标志的。乘客认为轻铁的事故频率算高，不过跟用路人习惯有关系。市府即时回应，除了轻铁驾驶入到路口的时阵主动减速之外，路口优化改善嘛持续咧进行，亲像是伫路口要装设着行光盒子等等，加上科技执法来减少违规。轻轨驶进的时候会有这个声音跟灯光的提示，路面的警示灯有增设跟增设一些相关的可变的资讯 CNS 的这些辅助预防的这些设施来提醒用路人注意。那这个系统成员其实也并没有很久啊，摩托车的老人家骑在路上，或是他这些指示标志，他可能都看不懂，他不知道在那路口他要怎么样骑。专家认为，想要让轻铁防撞的频率变低，恐惊过一段时间。因为今年1月轻铁较全面通车，对着路口防撞的新标线也是相关规定，嘛需要时间让用路人习惯佮适应。运量嘛是同款的概念，大众运输的使用习惯需要靠时间来培养。但是建议轻铁伫每一站会当加上活动来增加人潮。记者王立婷、林昭权报道。九年前的桃园新屋保龄球馆大火，是造成6个伤人员殉职。高等法院今日审，今日是改判业者6个月有期徒刑，会当依法罚金，专案可以当上诉。火势真大，消防人员到场拍火，暗过即阵拍火警报，造成6个消防人员殉职。专案都伫个2015年桃园发生的新屋保龄球馆大火。经过九年外时间，业者刘德斌为一级性被判6年10个月，在最高法院撤销发回了后，高等法院经去审，13级全改判有期徒刑6个月，应一颗罚金，专案应上诉。火灾的原因是由于西南侧仓库旁的女更衣室垃圾桶有未熄灭的烟蒂与垃圾闷烧后产生可燃烟雾以及明火。另外，本院认为被告在救灾的时候，并没有故意或者是过失的干预，不当影响救灾的可责行为。
业者得到轻判，主要原因就是金碧县学艺厅，依照最高法院发回意志，认定火灾发生不是电线烧拍电，是火灾甲粪扫协力烧，才会产生变个效应。加上当地消防队接管火场了后，业者也无法度介入指导或者是误导救灾，有客观严规则事由，所以违反本的消防法第35条前段致人已死罪，改用刑法失火烧毁主体罪判刑。那现在法院觉得政府没有责任，法院也觉得业者没有责任，那请问今天这六位学长的殉职到底是谁有责任？那请问错的是谁？难道是这六位学长吗？面对业者改判，尤其咱消防警员造成的消臭会表示，咱现有地方政府告业者，拢陆续互法院认定甲消防警员死亡无关系，哪会造成损失的结果？这期到底是什么人应该负责？不过这个进程依然无提到桃园消防局甲业者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大病院是公布，使用居家型生殖辅助器个案数量累计变化100人，会当暂时取代心脏功能，变大医就能过新旧正常的生活。目前患者使用时间上长是超过10年，那病况稳定，可以当去国外旅游。医护人员准备技能够为左先生庆祝重生，因为50多岁左先生，2013年九月时阵急性心肌炎转院，立单心脏移植，后来因为病情恶化，致使急性心脏衰竭，最后选择家己开500万安装骨架型心室辅助器，到即马将近11年，唔那病情稳定，搁常常出国旅游。左先生也正做目前国内使用心室辅助器上久的病人。我听说是有一颗心啊，但是那时候是没办法 match 到我的身体，所以就没办法，当时没办法马上移植，所以就先装这个机器。负责治疗台大医疗团队表示，造成心脏衰竭的原因真多，也不是所有病人拢适合心脏移植，能暂时使用骨架型做心室辅助器，等予病人有重生的机会，唔免断医，也能去社区正常生活。台大病院过去30年来，骨架型心室辅助器的个案数已经将近100人。年岁上细汉是10岁，其中有19人伫安装心室辅助器期间接受心脏移植。为自从2018年开始，健保也有条件将骨架心室辅助器纳入给付。移植今天装，10年以后一半会死掉，因为不管是排斥或是感染。但是，而且移植以后你必须要吃抗排斥，要吃5-6种药物。但是如果装上心室辅助器，你只要吃一种很简单的抗凝血剂。根据器官捐赠移植定量加病情自主推广中心统计，目前在等器官移植的病人差不多1.1万多人，其中有344人在等心脏移植。不过平均每年心脏捐赠只有仅80例，所以院方希望骨架型心室辅助器能提供心脏衰竭的患者另外一种选择和希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油价跌8%，起超过3%，加上中东情势恐惊影响油价，十月电价感谢起来。台电就讲会观察国际油价，然后看营运成本的报告要交予审议委员会来做讨论。行政院长董英台就呼吁审议委员要以民生安定来做重要考量。国内10月开始的电价会伫9月电价审议会内面定案，因为电价若起，有可能带动其他物价嘛起哩，加深人民生活负担。今日起，行政院长董英台13参加活动，嘛向电价审议委员会来发威。如果没有很特别的重大的需要的话，我是认为电价审议委员会当然也会跟我们一样，以民生安定稳定为重要的需求跟考量。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也不必过于太大的焦虑。目前台电营运成本除了要面对行政院拨拨1000亿的预算够唔够位，台电燃料成本最近嘛有起跌的趋势。观察国际油价已经第一摆一大起超过3%，布兰特原油每一桶来到82.3美金，起伏是3.3%。西德州原油每一桶超过80美金，加上伊朗呛讲要报复以色列，拢让中东原油的供应价格未来恐惊会大幅变动，因为台电大多数拢。
讲，挖靠进口的国际燃料，未来唔那营运成本恐加会增加，敢会停起十月电价嘛？牵动台电今年营收的状况。我们的成本估算里面本来就是有所谓的各一个燃料的估算，那他会考虑到最新的燃料的变动，去估算它有可能的这个所谓的它的燃料的平均的构价的值是多少，然后跟委员来报告。我认为应该要符合使用者付费的精神。你现在使用的是这个燃气发电，如果国际化石燃料的价格出现波动的时候，对台电而言，那它的营运成本当然就会上升。他叫何友讲，电力计上嘛是爱靠回归，使用者立钱的概念，不是干那靠行政院来挂保，建议政府和台电爱定思考能源政策，干要来调整，再当予台电避免因为国际燃料计上的波动，造成营运成本起伏而且亏损。记者综合报道。恐化作是日本下一任首相任命人选的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是草团访问台湾三天，今是见赖清德总统。但这时间呢，美国民主党女性众议员也草团来到访问台湾，用具体行动要展现美国对咱台湾的支持。被认为是日本下一任首相任命人选之一的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昨天跨党派国会议员所组成的苏科日本安全保障机关指挥访问团来台湾访问三天，十三世纪会见赖清德总统。赖总统表示，台湾跟日本是互相扶持的伙伴，希望可以做伙面对挑战。面对中国崛起对印太区域的和平的威胁，台湾有决心守护台湾的安全，也有决心跟民主阵营共同恢复印太的和平稳定，非常希望跟日本等民主伙伴一起努力，撑起民主保护伞，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価値観を共有いたします日本と台湾がこの地域において抑止力が確保されるように、そしてまた経済が発展していくように、そして国民一人一人が安全で安心できるように。共に協力を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れば幸いであります。表达希望台湾日本合作，加强合作的力量，来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其实唔那是石破茂，一个访问团的成员，拢捌伫咧日本政府部门担任防卫大臣、加外务大臣等重要职务，对国防安全加印太政策拢正了解。另外，美国的民主党女性众议员访问团也来台湾访问。当前面对极权主义的扩张，台湾非常期待能够跟美国加强合作，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This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has evolved because of potential aggression from the Cross Straits, but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we are steadfast and resolute in our support for Taiwan. 美国众议员史翠克兰表示，访问团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将会继续关心中国的侵略行为，希望会当进一步推上台美紧密的伙伴关系，促进科学的和平、稳定加繁荣。记者综合报道。台山线139.9公里苗栗县大湖乡的路段，因为大雨放弃，公路局修通了后，是已经恢复双向通车。啊，那在台中市石冈区的中91线道路，嘛有真侪所在放弃，修通了后，今慢慢恢复通行。大樟树啊倒伫咧路中，还阁有连落来土石挡掉的。台三线139.9公里的所在，苗栗县大湖乡路段12号暗时10点外，因为大雨地势边坡崩塌，面积大约1200平方公尺。警方接到消息到现场封闭道路，而且赶紧通报公路局抢修。大概加半个小时有。半个小时就下很大雨了哈。很大很大。哦，一下子都马路都水啊哈。公路局当面11点55分抢通恢复双向通车，天光了后会当清楚看到边坡的状况。苗栗公路段强调，因为边坡顶端还阁有土石，而且当地当地咧进行边坡复建工程，因此封闭上百上外边的车道作为缓冲区，会持续到年底。那因为担心后续，因为边坡顶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浮在，那所以我们会把北上的外侧车道做一个封闭。那来做边坡瘫痪的一个缓冲地区。台中石冈12号也有大雨，中高十一线出现路石崩塌。当地里长表示，山下乡附近的山沟塌掉的，地势水流到路面，造成积水。下溪乡山坡是有崩塌，地下拢冲到路面了。
我后续希望说比较容易摊方的那些几个地点哦，能够做用网子啊，做一些喷浆的动作，做护坡的工程啊，才不会造成这样长期哦，每次只要下雨就有摊方的现象。十二号暗时六点雨停了后，永光处立场抢通，当地里长希望会当做整体护坡工程，才袂拄到雨就崩塌。记者苗栗台中报道。来看桃园河坑坝水总量，去年是比昨年加两万个，按个污染失败数量，毛增加到要挖三万个。新计处的这期车辆不少，调度不好。社会局是回应，今年已经有增加车辆，规划要增加派车系统，提悬停车成功率。因为行动不方便，有真侪坐轮椅的人平常时都靠河坑巴士来回便宜上班读册。同时，河坑巴士服务用预约制，去年比昨年加将近两万座，预约失败人数也增加到将近三万座。而且，用无咧用的车有十万台，无达到汰换标准。新竹处这期车的强行报告调度不好，实际上连电话拢拍卡。很多朋友陈情反映，富康巴士的电话很难拨通，所以他们会发动亲友团同步多人打电话。政府在长照政策上要更多的同理，是否也必须持续的精进预约这个机制？民众预约的这个失败的次数增加，确实反映出我们预约机制需要再做调整哦。桃园新村长的人数差不多9.2万人，中东都集中市场者是主要使用族群。目前登记会员8500人，常常使用是5600人。2022年，河坑巴士服务34.8万座，2023年升中到36.7万座，2024年顶半年也达到19.17万座，可能会阁创新高。大概经常使用的这个人数，从前几年这个4000多人到5000多人，然后这个订车的这个数量跟那个趟次是不断的增加，每年大概平均都增加20000多趟次。消费局表示，疫情等候了后，去年航空巴士需求比昨年增加。今年开始，营运车按算为183台，会增加到190台。各规划整合南北区车的排班加派车系统。统计排定民众的订车路线已经提悬，预约成功率是97%。后续也加强检视加评估备用车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龙山有限公司是向中央申请1.1亿经费，要建置肉片的冷链系统。啊，不过场内却是有一半机台是生鲜肉，环境垃圾恐惊阁有食安问题，都向职工讲，这钱是用在倒位。为着要了解花莲肉品制度上到底有偌济缺失，关机会农业考察小组特别过去勘查，结果发现讲现场的设备真旧，填埲落生鲜，而且更新的设备阁换作倒咧低度，低会放袂清气，严重影响品质。1000万的东西放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面，然后让它老，让它烂，然后你们在这边说，我还要再增加什么预算？以前是用吊挂式的，现在改用平躺式的，用这样啊，没有吊起来，那个血流不出来，猪体又更快就坏掉。花莲县肉品屠宰场是县内唯一公办的屠宰场，县府对111年开始向中央来争取6000万，112年阁争取5000万的经费，做设备的改善和建置冷链系统，但钱到底开伫倒嘛，引起议员质疑。县政府农业处的营运科，他们是督导，他们要辅导他们。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营运科是都在状况外哈。龙山云霄公司回应讲，新的屠宰线是改变传统需要真侪人力的屠宰方式，但是拄着退休掉线顶的人员有欠经验的问题，设备生鲜的部分会定期保养，嘛会催厂商来调整机器，较紧来恢复品质。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人力的密集的在教育训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考虑回聘那些退休的老师傅，是不是回来做经验传承？那第三个就是机器的调整。议会强调讲，屠宰场的冷链计划和改善，包括电刀设施、地面的水沟啊、疏散带和吊挂轨道等等。但是110年新相关预算的时阵，阿未审都已经发包完成。在过程中敢有问题，因要求正方式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美白期的介绍是真贵，过去咱用外口进口，水气所6年前用侵占的海水用是成功，各种技术转好敏感。即马台东是有养殖者已经顺利饲出美白期，每公斤介绍是进口一半。
国内饲红带鱼的业者无多，台东唯一一间养殖业者，用年外时间运用深海水，成功饲出3000多尾红带鱼，即马会当上市啊！因为这批鱼仔是为外国进口的，在台湾繁殖需要温度较低的环境，业者用半室内鱼温的方式来饲，避免日头直接烧热，稳定控制水温。目前一公斤的价钱是比进口的俗一半，一公斤差不多800块，而且肉质食落较 Q。我们这边的温度不像国外这么低，那养出来的品质跟国外的不太一样，我们会比较带一些 Q 度。水气所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表示，目前技术转移的红带鱼温度要控制在差不多18度，饲的成本会较高。不过其实我们台湾近海也有红带鱼，温度的需求不像外国的鱼仔这么严格，若是能克服人工养殖的技术，估计就能降低饲的成本，目前要等待研究。我们有试过几种，就是台湾周边这一些比目鱼的话，它大概水温可以到26度、27度都没有问题，这样子。所以相对水温它就会比较高一点，不用受限于这样的一个条件的限制。台湾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表示，红带鱼是真有经济价值的鱼啊。咱台湾的四口里啊，也有90多种的红带鱼。若是会当成功研究出国产红带鱼人工养殖的技术，未来民众若要吃红带鱼，价钱会搁较俗。记者综合报道。既然东莞国中的学生是以移动式的人工智能算术系统，在世界青少年的发明展摕到便利生活组的金牌奖。甲胖看到机器内，扫挂无形体的字根无跳出介绍，用手机一扫就计好笑。既然东莞国中学生电游戏、电文机甲电语文，伊袂胖无法度扫掉买介绍做发想，并发出移动式人工智能介绍系统。伫第20届世界青少年发明展，摕到便利生活组金牌奖甲台湾白金奖上大光荣。面包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列印条码。所以就有人在说，可不可以用 AI 视觉辨识来进行 AI 面包辨识的结账？学生一直调整测试，这个导入 AI 的系统研发的过程并无简单，经过真侪届失败，伫冠赛因为设备卡掉咧，干那摕到银牌奖。学生无放弃，一直改进，提高稳定度。面包滑下来，它会自动先辨识一次，但是它会有影像卡顿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改成手动的，这样就可以完整的辨识到我们要的影像。发明顺利进入世界赛了后，学生也拄到语言的挑战，加在一直练习，顺利完赛。黄总表示，学生得到的唔那是得奖，也是过程当中唔惊失败的发明家精神。他们除了具备有科学探究的天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也具备有认真努力、坚持用心、不怕失败的科学家精神。这套计数系统透过扫物品的外形，就当跳出计数应用，无限在胖顶面。发明的学生表示，未来计数研发第四代计数系统，若准顺利，会考虑申请专利，予发明商品化。记者综合报道。有研究显示，去年亚马逊雨林遇到严重酷旱，佮有加拿大破纪录野火，是予大自然放慢气候变迁的功能，是伫减弱。植物会当用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再佮排出氧气，会当帮助减缓气候变迁。亚马逊雨林加全世界其他主要森林生态系统，平均会当吸收化石燃料、工业佮人类其他碳排的1/3。不过2023年这款重要的自然碳汇系统失灵，和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成长率比2020年增加86%，达到破纪录的水准。Junior plants at home, if you don't water them, they're not very productive. They don't grow, they don't take up carbon. Put that on a big scale like the Amazon forest, you have a drought, you have fire, which is usually not common in a rainforest. So you're not taking up much carbon through things like photosynthesis. 这项探讨森林吸碳能力转变的研究，已经在巴西马瑙斯的国际研讨会发表。报告内面指出，主要原因是全世界破纪录的高温、酷旱和亚马逊跟其他污染的植物无法度完全进行光合作用，也和美国跟加拿大去年森林火灾情形更加严重。You have this double hit of fires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Amazon being less effective at taking up carbon. And in fact, we're already seeing, you know, fires starting again in North America. 这几年，森林、土壤也过海洋这款自然碳汇系统的吸收量下降，拢是发生伫咧温度较悬的圣婴年，2023年也同款。不过，即马吸碳减少的效果是比过去较严重，因为人类的排碳一直伫咧增加，温度悬会阻碍碳汇吸收，造成二氧化碳增加，搁再互暖化情形搁较严重，这种恶性循环，即马现现发生伫咧咱的眼前。今年热天，全世界各地温度拢真悬，巴黎这礼拜温度就升到连续35度，奥运伫咧户外比赛项目的选手、观众、游客拢拍到强要昏去。希腊、西班牙真侪南欧国家拢超过40度，政府即马禁止伫天气热的时阵点火化工作。马德里有一个非盈利的艺术中心，开放大厅，免费提供民众来遮纳凉。意大利上大阿达梅洛冰川，是因为温度伤高，一个撒哈拉沙漠未来暗色的土沙掉在冰层的表面，无法度反射日头光，温度更加热，和冰因为速度更加紧。伊那边怎改变这种情形？敢那是种树啊，空间无够。去年有另外一份研究指出，在无适当的所在用商业的方法种树啊，可能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减碳效果也有限。不过，真侪企业正来用这种方式来换碳权，无努力进行能源改革、减碳排。正确的做法是，卖搁在错森林地，恢复原始森林，是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关心天气，做来看国体详细资料。感谢你的收看，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了。